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八字五行短视频。咁今日系2024年8月31号，首先恭祝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，Happy Merdeka Day to all Malaysians。如果喺一条人来人往嘅街道，如果有条友突然之间企直直，然之后咁样望向嗰边，好大机会佢身边嘅人咧都会跟住佢咁样。望下望下，及下及下，睇下呢条友究竟喺度睇紧乜嘢？咁样如果有人跟住做嘅话，咁样好多人就会跟住都系咁样做嘅。呢一种行为喺八字中咧，就系一个比劫星嘅一种印象啦。点解？因为比劫星旺嘅人咧，系可以影响到身边所有嘅人嘅。OK， 所以呢一集视频做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